为不舍爱与自由。陛下若是知晓此人身上问题重重，怕是会行肃清朝纲之举。不知定王殿下如何看呢？孙小姐，你此举如此不磊落，还敢来问本王如何看？太后，儿臣告退。下官户部郎中穆卓华参见太后。穆卓华，你可知罪？太后，不知下官何罪之有？孙官正，你来说说，穆卓华犯了何罪？怀州人士，却改籍延州，欺君犯上这等大罪，穆卓华，你还装作不知道？改籍之事有如悬梁见等，万万没想到今日落下。穆卓华，上回罚你30廷杖，这回该如何罚你呢？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下官无话可说。来人，拉下去。且慢。落。恭迎陛下，定王殿下。陛下，穆卓华探花之位名不副实，他原籍江南怀州，是江南首富家慕容第七女，原名穆琪，他是通过改籍方才参加会试的。回禀陛下，回禀太后，微臣改籍确实有苦衷，微臣确实是怀州人士，当初被逼嫁给庄文峰，微臣不愿，又一心想着能够通过恩科科举走世人之路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这才改籍延州。即便如此，那也是欺君之罪。穆卓华才华横溢，方得探花，可因改籍一事，一直以来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他怕此事暴露之后
自己所有为南城百姓付出的一切都变成灰烬。反观孙大小姐呢，你是天之娇女，靠恩印便直接到户部官政，然而你却并不想着如何为百姓造福，而是在这里蝇营狗苟，刻薄待人。请问孙大小姐，你自己这户部官政所得便心安理得吗？太后陛下，臣女得户部官政，一切皆符合我朝建制，臣女并未欺君啊。够了，穆周华改籍一事朕早已知晓。怎会如此？穆周华改籍一事的来龙去脉朕已明晰。皇兄打算如何处置他？眼帝希望朕如何处置他？臣弟不敢谏言，只是穆卓华身为女子考学不易，况且她的品性和才学俱是难得，还请皇兄宽宥一二。难得见眼帝如此看重一个人。穆卓华改籍一事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，更何况他还是朕准备留给新君的左膀右臂。放心吧，朕比你还惜才。臣弟代穆卓华谢陛下隆恩。定王早将此事告知朕，便是想让朕看看这位女探花究竟是不是真才实学，而朕之所以派她去江南，也是想知道他在自己的故土能不能力挽狂澜。事实证明他做到了，而你呢？若你真觉得他改籍欺君，那也应该是来告知朕，而不是太后。别忘了，如今你不是孙家小姐，而是户部官政。陛下饶命。饶命？你做了这么久的户部官政，还竟然自称臣女？孙家小姐，若你没有出世之心，那又何必空占着官政之职呢？原因只是母后，儿臣请您不要再干政了。孙媛媛，既然你无心入朝为官，那便回去继续做你的孙家小姐吧。至于穆郎中，你的确并非知情不报，但你改籍之事的确有错，朕就罚你免俸禄三月。是。儿臣告退。还在怕呢？嗯，王爷，改籍之事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这刚从鬼门关回来，当然怕呀，真是后怕。王爷，您之前为什么也没告诉我？这件事儿已经在陛下那儿过了明路了。陛下知道就好，这事儿哪能声张啊？今日若不是孙家大小姐寻衅，按照我和陛下的意思，这件事儿最好埋到土里去。嗯，也对，我这事儿毕竟不磊落，如今能保住小命已经是万幸了。
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想睡觉？不在你车上睡。王爷，薛孝堂再次病发，已出现垂死之症，陆院士正在全力抢救。速速回去。是，是，是。你慢住他手脚，陆院士，我帮你拿针。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陆院士，我听闻太医院还有不少孤本，麻烦您再去想想办法吧。好，我这就去找找。孙小姐，方大人，你这是要回去了？我在等人，您先行。你去替我谢过穆大人，就多谢他近日以来对我的照顾。只是成日与这么多男子打交道，实在是有损女儿家的清誉。起初是我不懂事，才行错了路，而今醒悟，就此别过。这位姐姐，请留步，无需转达。这几步路，多少人走得千难万难，吃尽了苦头。有人一步登天之后，还要用小人之心揣度，真是可笑至极，可悲至极。穆大人这话可是错了。燕雀纵有鸿鹄志，却也无力上青天，命数使然。淤泥如何攀得起云端？攀？你这话恐怕说错了，我今日所得全是凭自己挣来的。再说了，在我心中排首位的永远是这官途。见过定王殿下。虽然我知道我在你心中无甚地位，但你也不用这样天天挂在嘴边吧。好巧啊！王爷，咱们以后可要约法三章啊。知道了，在人前要注意分寸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我们的关系。我家王爷真聪明，那我去当值了。
是其他地方都有，还是只有本王才有？至少六部官员那里是没有的。哦，谢谢。王爷，吏部派人来表示感谢，还有刑部、礼部、兵部和工部也都派人来了。户部呢？没有派人来感谢。这个冰块的花费是从户部拨的款，徐尚书肉疼得很，估计是不会来了。鲜衣不足惧，金石城未开。你们户部就是这样认识江南灾情的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蝗灾虽无情，但王爷英明。简直是不知所云，莫名其妙。怀仁，下官觉得此话并无不妥。多亏您的决断，我等才能渡过难关，江南百姓也算因祸得福。溜须拍马，言不由衷。坏人，王爷说怎么办，咱们就怎么办。你们户部就没有一个能把事情说清楚的人？下官这就回去想办法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，李大人怎样？王爷满意没？满意，满意个！哎呀！大人，哎呀，莫郎中，我们户部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。啊！今日呢，定王殿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像吃了炮仗一样，事事看不顺眼，就跟我们户部过不去啊。哎呀，我们今日也拨款送兵了，他为什么老是这么为难我们呢？所以。只能请穆郎中出山了。啊，我心情不好。王爷，你们户部怎么才把你派过来？你如何看待江南赈灾？祸不妄至，福不图来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这江南的灾情，既有天灾，也有人祸，但因此铲除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，于百姓而言，难道不是幸事一桩吗？还是你言之有理，最近你写文书实在辛苦了。来啊，一直在等你用饭呢。我还在当值啊，我得回去收拾一下。吃饭也是正事啊。哎呀，王爷，今日我们户部可是让你弄得人心惶惶的。那才好呢，这样以后他们都知道溜须拍马解决不了问题，就会多派你来了。毕竟我只不过是个外事，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你在一块儿。好，我们王爷受委屈了啊，那开心了吗？不委屈了。
多吃点。嗯。王爷，那我吃完饭就先回去了。这么着急走啊？那我下职的时候在外面等你。嗯，我把文书送回去，收拾一下就出来。好久不见。文大人来户部是办事还是？前不久庶吉是散馆授官，在下不才被选为户部官正。哦，那咱们不仅是同科，还是同僚，以后要多多关照啊。莫大人太客气了，如今您是户部郎中，而我只是个小官正，何敢言关照呀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不久前也才是小官正。在下惭愧。有何惭愧？因为你是男子，但官阶却没我这个女子高吗？在下之前确实有些迂腐，拘泥于男女之别，在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。知错就改即可，倒不必行此大礼。那在下便走了。哎，莫大人，莫大人，嗯，莫大人是否婚配呀？这桃花开的可真旺啊！按照男臣律例，女子十六便可婚嫁。不知莫大人家中长辈可也为你安排啊？在下一心报国，无心婚嫁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言了。不知穆大人觉得我如何呀？文大人君子端方，在我心中一直把您当兄长一样敬重。是，我确实略长你几岁，但不敢勉言称兄。前几日我还以为你与那沈大人后来才知道是一场误会，所以今日我才斗胆向你表达心意。参见定王殿下。参见定王殿下。免礼吧。都这个时辰了，你们户部还未落药吗？回禀定王殿下，我等正要离开。你先走，本王还有要事找穆大人。王爷，我没招惹他。我知道。我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让他不再来招惹你。什么法子？投其所好，景其所恶。那可要靠王爷了。莫大人。啊，莫大人。
莫大人，那日的话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文大人，那日的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，我确实无心婚嫁之事。你看看，婚姻嫁娶乃是天理伦常，女子岂能不嫁人呢？不瞒莫大人，家中长辈常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原本也这样想，但自从听闻穆大人江南所行之事后，我改变了想法。我觉得女子就应该如同穆大人你这般，知书达理，秀外慧中。文大人一表人才，只是承蒙错爱，在下确实无心婚嫁之事。啊，穆大人，你若是觉得我哪里配不上你，你便直说也无妨。我要是能改，我便为你改了。没有没有，文大人你哪里都好，就是在下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。哪里哪里，我觉得穆大人是极好的啊，你我二人若能结为连理，定能相互扶持呀。参见定王殿下。参见定王殿下。穆大人，本王有公务嘱托，随本王来一下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不是说帮我想了个办法摆脱文世宗的纠缠吗？到底什么办法呀？啊，如果你得罪了我，他还敢娶你吗？哦，门被你关得如此严实，旁人能瞧见什么？看不见才好呢。我觉得也是。啊！王爷，这是什么？给你点上一颗克夫痣，看以后谁还敢打你主意。王爷，户部尚书徐大人求见。王爷饶命，王爷饶命。哼，下官知错。知错，你可知道错在哪儿啊？下官错在。哼，你贪生怕死，巧舌如簧，胆大包天，有眼无珠。哼，还有，你背信弃义，到处招惹烂桃花。嗯，烂桃花。总之，赶紧回去，面壁思过。是，下官告退。王爷，有
有这么严重吗？有。真是小气，克夫制，克夫制，克的还不是你自己啊？生这么大的气。是啊，这怎么？你想想办法呀。嗯。穆郎中。哦。哦。穆大人，今日上午的事我们都听说了。虽然一起共事没多久，但你的本事，我们都是打心底里佩服的。嗯。可是你也太不小心了。怎么就得罪了定王殿下呢？我……哎呀，这也真是奇怪。难道是前两日你磕了一日，方才将户部文书全数批下来，这结果真惹到他了？哎，对呀，那天我为了拿到咱们户部所有的文书，出言顶撞过。想来今日也是现世报了，我现在心里也慌得很。只求定王殿下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。那怪我们，怪我们呀，怪我们。哎哎，李大人，我先去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哎，这可苦了穆郎中啊。是。哎，穆郎中也不容易。我们走吧，李大人。皇叔，您不是一向欣赏穆卓华吗？怎么这次骂他骂得那么厉害？他可是做错了什么？你这消息倒是灵通啊。那是当然，我好歹也是和他一起同甘共苦过，我这多关心关心他也是正常。不就是一起去江南办了趟差事，谈不上什么同甘共苦吧？怎么不算了？您看江南赈灾，那不就是苦日子，回京领赏这是好日子。哎呀，皇叔，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您之前不是一直欣赏穆卓华的才华吗？为何现在这么针对他？年轻人有了点微末功劳，便心浮气躁，行事马虎，必须得压一压。哎呀，皇叔啊，想必他也只是无心之过，您就不要如此苛责他了。我可是听说他都被您骂哭了。皇叔为何如此看着我？辰儿，你也二十有一了吧？前些日子的官宴中，有没有相上哪家的姑娘，好让皇兄给你赐婚啊？皇叔，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了。您说这些世家贵女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我都躲得那么远了，他们还一个劲儿往我身上凑。不是他们脑子不好使，是他们家里人的脑子太好使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太可怕了，我这吃顿饭我都提心吊胆的。我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其实如果是穆卓华，本宫也不是不行。皇叔，为何又这样看着我？他不合适。哎呦，我知道。官吏之后，母后和皇祖母就一直在我耳边叨叨，说我的正妃必须得娶一个世家贵女，可是我不喜欢。就像皇叔您，您一直不成婚，那不也是因为不想被世家牵着鼻子走吗？我不娶便无后。这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哎，东西都备好了吗？
您就瞧好吧，钱庄刚兑的，新鲜着呢。他现在刚被皇叔骂了，心里正难过着，见到这个一定很开心。走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啊。啊，奴婢遵旨。见过大殿下。你们可有看见穆郎中？穆郎中今日早早就走了，说是要和沈郎中去小清宫吃饭。又去小清宫？叫了惊鸿却没有叫我。大殿下，老奴总算是找到您了。陛下召您去文德殿商讨去行宫的事宜。走吧。哎，孙兄，这是做什么？这些日子云云胡作非为，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，愚兄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我带圣妹向你赔罪。孙兄何必如此，我并不会随意迁怒于人。是我无颜面对你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再说了，他现在都已经离开户部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。孙兄，行了行了，都别站着了，我们在这风月场所就别聊那些无关风月的事儿。来来来，都坐。就是就是。沈兄，你我二人敬孙兄一杯。好好，那就让余兄再敬你们一杯。来来来，我们接着喝。来，孙兄接着喝。我就知道你们俩定能平步青云，一个户部郎中，一个吏部郎中。啊，在我们同科当中啊，可谓是飞升迅猛。好了，孙兄，你也别这么自谦，你又不是没有真才实学，若不是受家族负累，估计你早就平步青云了。沈兄，你说的莫不是江左？这孙家已经出了一个淑妃和工部尚书，又如何能再出一个工部郎中呢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呢是真愿意在工部主事这个职务上做到告老还乡的。我明白了。我也明白了。孙兄，你明白什么了？这个桌子的边切得不直。来，把我的尺拿来，我给他算算。孙兄喝高兴了。切得不直。来来，沈兄，咱俩再喝一点。来，喝酒带我一个。王爷，你为何不过去？他们同僚交际，本王又何必打扰？这穆大人和别的男人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，王爷不仅得苦等，还得暗中保护他的安全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是我给你夹的啊。来，王爷真大度。
爷爷的农场真真真真真过年。